外流的性别平等，变态男偷查甫内裤。查某人的美，予我挡袂牢。偷内裤切案无稀奇，毋是隔壁阿姨，就是楼骹妹仔，拢是变态查甫咧笑受查某人的。我唔敢讲，但即摆竟然有变态查甫对查某囡仔内裤无兴趣，改偷查某的内裤，是诉求男女平等。到底台南一名男苦主伫面册爆料公社大文，伊讲伊披伫门口口的内裤被偷，惊死宝宝了。干嘛拉我裤子，害我快要吓死！伊决定来揪出只内裤贼啦，开几千块伫门口口装监视器，果然落着凶手骑奥多巴的现身。把奥托拜填好，安全帽啊脱落，是查甫的，伊向目标行，对一排花巴里领内裤世界，顶着一领有破空的黄色三角裤，阿恰，影片这图一铺，引起网友的讨论，好味重啊！失主咧无想要报警，惊对方人身黑友去，把影片这图铺网咧，想要借此提醒大家，嘛给对方一个警告。警方目前找不到失主，该当加强案发附近的社区巡逻。电影中心，台南报道。